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Red， 欢迎回来 Red 的 ARK 方舟生存啦，没有错、哦。那 Red 现在在使用我们的三角龙除草机、三角牌除草机哦，来除一些果实出来哦。因为 Red 已经快要30等了，已经到了29等。对，我们接下来就要去抓巨猿。因为有观众说巨猿可以喂他吃果子，所以说我就想要努力的多收集一些。然后我家附近真的已经开始鸟不生蛋，鸡不拉屎了，连树都不会长，剩下的都是一些杂草。然后果实虫也除干净了，我、哦、那边还有，那边还有，我先休息一下。三角龙体力有点虚弱啊，跑个两下就没有力啦，看来是该帮他点一下就是耐力值了。加油啊，三角龙！我平常没有给你吃吗？为什么你的耐力这么低？跑个两下你就快没力了，这样真的对吗？啊？这只什么龙啊？这只好可爱哦！你是谁？它叫什么？锤头龙、肿头龙，它那个字是念肿吗？我不太会看简体字。白痴，念肿，下面肿肿的肿。你是肿头龙哦，你的头壳肿肿的呢。对啊，我的头也肿肿的，你要不要看？算了，我不想给恐龙看。好啦，我们继续采果子，不要再等一下维了。Day two， 那个维尼熊竟然走到我家附近了，搞什么？维尼，你是想要成为我家的一员伙伴是不是？不要离我的家这么近。维尼熊抓的维尼熊有等级限制吗？如果说没有的话，我也想要抓一只维尼熊哎、欸。对啊，那只熊熊超可爱的。看一下，果子太多了，我要把这些果子拿下来。我们应该可以再多做一些麻醉药剂吧？啊，我觉得麻醉药剂应该也是可以拿来抓啊动物，蛮好用的。黑色浆果，哇，黑色浆果超多哎、欸。哇，有三角龙就超猛了啦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我可以做多少个，做多少个麻醉药剂了？啊，我的腐肉好少，我的腐肉超少的哎、欸。算了，少也没关系，少也是可以做啦。我们做一些，再做多做一些麻醉药剂吧。可以做几个？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哇，还蛮多的哎、欸，其实还蛮多的哎、欸。对啊，因为它腐肉只要一个哎、欸，对啊，还蛮多的，还蛮多的。哦，升等了，升等了。我们加一个近战攻击伤害，这应该不需要吧？移动速度，我还是加生命好了。我是体力派的，体力派的。看一下、哦，我们可以点什么？金属矛，哦，金属矛要点。然后半线麻醉陷阱，将两个放在彼此附近来制作一个毒气陷阱，但是被它麻醉效果弄晕的生物没办法驯养。这可以干嘛？这个感觉单人好像用这个没什么用，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吗？弩炮塔，哇靠！哎，有弩炮塔呀，好帅哦！烟雾弹，释放一大团烟雾来掩盖你的行踪，拉下拉环五秒爆炸。弩炮箭矢，哇，弩炮塔哎，好帅哦！可以做个弩炮塔吗？投石机炮塔，可是我只有一个人玩，这个应该还好。把降落伞要点，驱虫药剂可以让蝙蝠跟蜘蛛看不到你，只要不攻击或是它靠他们太近，他们就不会注意到你，持续十分钟。哦，这个可以拿来采，就是我假如说要去洞穴里面采矿，应该还蛮好用的吧？对啊，应该还蛮好用，这个到时候来点。可是我现在点数不够。好啦，那我们的麻醉药剂应该也做的差不多了，25个应该还好。再多一些实践，我们就可以去驯服熊熊。熊熊应该是吃肉的吧？我决定了，我来尝试一下，看有没有办法射到熊熊。维尼熊，快点成为我的伙伴吧！我的弓嘞？哦，弓在这边。我要让他成为我的伙伴。中！有吗？熊熊过来，熊熊过来，成为我的伙伴吧，熊熊。Oh shit！ 他这样撞得到我。猛欸，熊熊过来，可以麻醉他吗？欸，三角龙不要撞他，三角龙应该撞不到他吧？哎呦，嘿，欸，不要撞死他欸！那、哦、我肚子饿了，吃点东西，麻醉。哇，他跑好快哦，他跑超快的欸。不行，我要小心一点。上去。
有用吗？有用吗？快点睡着啊！水龙兽不要，水龙兽死了！水龙兽你怎么自己跑出去的？水龙兽，小心啊！水龙兽，嘿，到底行不行啊？为什么我的龙会自己打？我还忘了我没有把龙设成被动吗？好像没有设成被动，不死了吗？我、哦、睡着了，睡着了，睡着了。那、啊、他要吃什么？我给他肉，他吃不吃啊？不知道他吃什么，管他的，全部丢进去。果实什么的也都丢进去。拿出麝香果，你就慢慢吃，慢慢吃。哦哦哦，一直震动，他们好激动哦！天啊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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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那么激动。我抓不抓得到熊熊呢？希望我抓得到熊熊啊！哎、欸，我抓到熊了，耶、yeah! ！我抓到熊熊了，好可爱呀、啊！我抓到维尼了，维尼写诗，维尼精致。哇，我还帮他取名字，维尼，维尼安是哪一个？鱼龙安，有没有维尼安啊？不是维里安啊，是维尼安啊，傻傻分不清楚哎。来吧来吧，进去一点啊，哎、欸，你们都卡在这边，维尼来来过来。过来过来过来，他们都卡在那边，实在是他跑超快的哎、欸，他跑超快的哎、欸，维尼跑这么快，你怎么回事？天哪、啊，我觉得我家已经快承受不住他们这几只了，我觉得我家已经开始越来越小了，是不是应该要找时间扩建了吗？太爽了啦！超人兽你被我擦的满身都是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来吧，跟着我走，进来你的新家，进得来吗？来来来来 ，come on come on。好可爱哟、哦，你看看，超可爱的维尼血丝。好，我们已经抓完了维尼熊了，现在就差巨猿。那有观众说呢，抓巨猿就是要在他屁股后面塞果实，就是要把果实塞在他屁股里面，他就会被你抓到了。来吧，我来试试看，我已经三十等了，不知道巨猿接不接受我的爱。巨猿，我怎么想要找巨猿的时候，一只都找不到啊？对啊，平常不找的时候就一大堆，然后要想要找的时候一只都没有。哇，还是他们都回到山上去了，可能都害怕屁股被我塞果实，所以都不见了。没有啊，好像没有。哎呦呦呦，遇到了，遇到了，遇到了。哎，巨猿，哎，我塞到天都黑了，你怎么还不成为我的伙伴呢、啊？哎呦，我抓到了，耶、yeah! ！好简单就抓到了。哇，我叫你。孙猴子，就叫你孙猴子好不好？看嘛，孙猴子，我回家回家。哇，小猴子哎，耶、yeah! ！中猴，为什么他叫中猴丢高哦？他叫丢高哎。对啊，中猴你就叫中猴了，你就不要变了，我们就不要帮他改名字，就叫丢高了。好黑哦，好黑哦，丢高来，超爽的啦！今天想要抓的都好好抓哦。你可以载我吗？靠近集成，我可以耶！哇靠，好帅哦！哇，那猴子你可以上我身吗？不是不上我身啊，就来我身上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！哇，那我再可以再骑它吗？哎、欸，可以耶！好帅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一只骑一只哎，好酷哦！天哪、啊，超酷的哎！哇，太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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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哇，哎呦！它可以攻击，好酷哦！还可以采果子，嚯嚯！它跑得够快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它跑超快的，哇！而且也超强的啦，哇！天哪、啊，不愧是孙悟空哎、欸！可恶，没体力了，可惜就是我们的孙猴子没有那么高的体力。天哪、啊，这只。我就不需要迅猛龙啦，这次跑得超快的哎，我可以帮他点数值吗？帮他点个数值，哇，他还没升等是不是？他才四等而已，够了够了够了，这样就够了，哇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，今天就可以玩到这里了啦，对吧？今天就玩到这边啦，可以告一段落了。感动哦，靠，超帅的哎！我还可以丢人哎，哇，哈，可是他丢我会有伤害，好痛哦，超酷的哎，嘿，哟吼，喂嘿，我可以再丢猴子吗？但是我这只上面这只猴子要怎么丢啊？好像没反应，
超强，我已经天不怕地不怕了我。走吧走吧，我们赶快去大闹天宫了。这一只不知道打不打连暴龙，我觉得应该没有办法，可是练强说不定就可以。哎呦，他们在干嘛？迅猛龙两只我看到了，我们去帮三角龙，去帮三角龙怒咒迅猛龙，可以吗？打得赢吗？好像不行哦，这只三角龙都不帮忙哦，帮他啊，可以吧？哇，揍死你，揍死你，揍死你，不要欺负哇，是不是啊？你也是，你也是，耶，干什么啊？干什么欺负三角龙啊？啊，我打死你啊！虽然说我很想要抓一只迅猛龙，可是我为了试验它的能力，真的是超强的耶。哎呦，那只是什么？那只怎么会发光？它身上怎么会红红的？那只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还有棘龙哎！天啊，哇，它跑好快哦！我觉得还是离远一点好了。看了我都觉得害怕。我们先回家。耶、yeah, ！我抓到三只猴子了，孙猴子，猴子猴孙，天啊！然后我身上还有一只丢高，超帅的啦！可是都是母的哎、欸，对啊，我怎么抓的都是母的？搞什么鬼啊？你们有没有公的啊？啊？你们应该可以色诱几只公猴子回来吧？对啊，色诱几次回来嘛？好吧，我们就把他们送回家了，爽哦！